展览作品呢，一共有八件，那八件都是平面作品。那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这些作品呢，它都是以一个招牌的形式现身在我们的白盒子空间里面。一次意外的因缘机会下，我去做一个田野调查，那来到了台南。那在台南的路边被这些招牌所吸引，这些招牌是他们九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菱角季的菱角招牌。那这些招牌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他们都是用手去绘制的。那我觉得这里呢会有一个绘画问题，所以我开始去收集这些招牌，去做一个就是系统式的去选取里面具有绘画性的作品。那这个很大的前提是，我觉得当代艺术现在很多都是在讨论一些科技、新媒体以及一些就是数位问题。那绘画这方面呢，会越来越就是近几年来都比较少，所以我又希望说可以借由这次的这个经验，去再展开一个这个时候可以去讨论的绘画问题。那这里呢，我想要再多提到的是身份跟场域，以及我所去促使的一个交换机制问题。因为我想要邀请这些招牌来参加展览，那这些招牌呢，是他们要做生意用的，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之中，他们是有想，他们是非常的乐意来参展，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招牌，那要怎么做生意？那提到这一点，我就突然有一种很对位的感觉，就是这个状态跟很多现在我认识在创作的创作者的状态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就是会遇到这种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就用我们在双方的讨论过程之中，我们提出了一个交换的机制。那我再请学院的创作者去绘制一块，去那边以一个外挂的形式去暂时的展出。那这个展出里面呢，让两者的身份跟场域的关系去做一个碰撞。我跟他交换的作品在这边，然后我现在我的作品在外面就是流浪，你们骑车过去的时候就会看到。同时呢，我也回应了就是美国艺术家 Jasper Jones 的作品《国旗绘画》这一件，因为在这件作品里呢，他也有提到这个场域，就是这张绘画的场域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个更深入的，它不仅是场域问题，它也是身份问题，还有交换机制的问题。当我提出了这个构思，就是招牌它要进入白盒子这个艺术机制，具有艺术防护罩的这种机制下去做展览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艺术上的认同嘛。